高阳好佚佗，三江两暝上拄好。坐高铁只要点半钟，沿路看风景。为了韩国瑜就职典礼，白冰冰亲自作词作曲，连美景美食都写进去了。人工木谷佛光山，庄严佛陀纪念馆，宝来温泉一级棒，怀旧大告零俗馆。轻快曲风搭上 rap， 把爱河冈山旗山高雄在地文化通通带进歌词。几十年了，第一次看到一个选举明星是这样子。这个蜜月期应该是告一段落，再来就是民众会看着他怎么做，他每一步路都要非常的小心谨慎。先交代韩总路途才正要开始，艺人张立敏也特地穿豹纹装南下出席，响应我们韩市长的这个北漂的孩子回老家，我就唱小小羊儿要回家，红红的太阳下山啦，咿呀嘿呀嘿，成群的羊儿回家啦，咿呀嘿呀嘿。唱尽北漂族的心情，张立敏说豹纹洋装象征金钱豹，钱要进高雄了。不过就职茶会摆出高雄在地小吃，美食家胡天南也脱口而出特别想吃什么。先试试看南部的牛肉面呗。南部口味比较甜，会不会不习惯？不会，我觉得现在南部他们在调整，因为你主食跟甜点是不一样。对南部美食相当有信心，胡天兰这次来品尝高雄美食，也要提升高雄观光，行销到国际上，看好韩市长让高雄经济起飞。记者孙毅、李玉涵高雄报道。